百度百科人气榜，肖战继续称王，观众追星几年还处在热恋期。五月份的亮眼成绩已经过去，六月份的肖战同样震撼着各大媒体。刚刚官宣了今年的第12个代言后，成都站话剧又正式开票与官宣。不用怀疑，这个月的肖战的影响力不可小觑。目前关于肖战已经确定了的消息，就是6月12日品牌共创发布会，以及6月18日的话剧巡演。品牌活动加上话剧和新剧《玉骨遥》的拍摄，肖战的日常已经是排得非常紧凑而忙碌，但是也意味着肖战的事业早就回归到正轨上了。尽管黑粉们的群魔乱舞，肖战依然是那个肖战，顶流依旧是顶流，人气方面依然是无人能挡。百度明星，肖战继续称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前五名明星名单如下：肖战142.6万排第一，王一博36.4万，张哲瀚24.3万，杨紫20.8万，龚俊18万，还是一样的断层。超高数据意味着22期的冠军宝座非他莫属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百度百科明星人气王实至名归。也许很多小伙伴们会问，肖战的人气为何如此高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观众朋友们最有发言权。追星几年，还处在热恋期，不管是当初少年团的入坑，还是陈情令后的相遇，很多小伙伴陪伴肖战的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追星几年，还处在热恋期，上头，而且越来越着迷，这是一个观众在个人平台上的心声。小编也相信，这也是多数观众朋友们内心的想法。尽管直黑们还是抵制与造谣，但是肖战的为人如何，观众朋友们都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。清者自清，谁是谁非，我们并不是傻瓜。总而言之，他的优秀是无容置疑的，迷上他的一切都是值得。最后，若若问一句，小伙伴们都热恋期的期限有多久呢？本期话题，肖战人气和实力并存。